一班宠物朋友正在享受他们的晚餐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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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你咁细只，唔使俾咁大个笼你住啦。啊，冇人住我啊！其实我需要展示嘅空间，可以周围玩同唱歌。哎呀！啊，唔好啊，放我出去啊！好痛啊！如果有个大啲笼俾我住就好啦。嗯。啊，咁先可以噶嘛。其实我唔系你嘅玩具啊，有时候我都需要自己嘅私人空间。我中意玩玩具，周围匿、磨爪同埋瞓觉。我仲会成日清洁自己添。好唔舒服啊！我哋系唔需要着衫噶，快啲翻嚟影相啦！我要铺上网啊！唉，唔想翻屋企啊！我都系啊。嗯，但我想啊。每日都要准备新鲜嘅干草俾你，真系好麻烦啊！嗯，但我真系有需要食噶。其实我哋同人类嘅饮食习惯好唔同噶。干草可以给到所需要的营养我们，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，因为我们的牙齿会不停地生长，万一我们没有足够的干草，我们的牙齿就会过长。不要啊！希望这里的干草够我吃吧。拜拜。唉，又走了个。你主人几时来接你啊？嘿，应该就快噶啦。摆你喺阳台，咁咪有太阳晒到你咯。其实我，唉，都会长大，仲好容易病噶。唉，呢度都唔系适合嘅地方，又危险，又成日冇太阳，仲要冇暖灯。我哋要有 UVA 同暖灯，先调节到体温同有健康嘅龟壳噶。唉，又得翻我一个。今日放工好攰啊，你自己玩咯。其实我。都只是想有人陪啫，乜真系咁难咩？